尼罗河在埃及的历史上占有一个相当重要的地位，因为它流经之处都能令沙漠的大地变成绿洲。站在尼罗河之上，你会感受到它的伟大。虽然看落它只是一条普通的河，但其实它默默地孕育了数千年的光辉历史。尼罗河的河水养活了一代又一代的埃及人，它可以说是埃及人的生命之源。以前听人讲咧，话尼罗河好臭啊，但系而家嚟到呢度闻下都唔系啊。虽然尼罗河好长，但系我问过呢度啲人，佢系话咧上游嗰度咧都仲有啲人会喺度洗衫冲凉啊，但系落到嚟呢度后段咧已经系好繁荣噶啦，即系好多船啊，所以唔会有人喺度洗头啊冲凉咁。咁我哋一阵就会去一只叫 Fluka 嘅船，咁其实系一只專為遊客而設的船，就會在呢度兜嚟兜去遊覽下風景咁啦。哎，Hello, nice to meet you. Hello. Hey, oh, what's your name? Fatty. Stephen. Nice to meet you again. Fluka 是阿拉伯文，意思是三桅帆船。整隻船都是用风力和水流推动。在尼罗河上面就有很多船家利用这些 Fluka 去做游客观光的生意。其实控制一隻这些帆船不只是一个人，除了有这位是负责即是开帆啊乘之外，还有后面一位就是笠住个蒙古包嘅，佢就系负责掌舵啦。如果冇佢咧，尼罗河好大镬啊！因为呢啲船全部都系靠风力嘅，咁所以佢要负责即系转左转右咁咯。Can I try? Okay. Okay. Oh, thank you. 哦，我哋转弯先。哇，转。如果咁樣應該係我哋應該係會去左邊嘅，睇下係咪先？似乎係啦，我哋而家轉緊左 ，OK。哦，而家佢叫我轉翻右。哇！我哋已經矯正翻架船啦，呀！Stephen， 係。Ashram Mai。咩嘢啊 ？Ashram Mai。بالهنا والشفا امو يا ما واي 保证你واي 保证你呢度个河啲水系干净过维多利亚港嘅，但系我就唔会饮咯都。但米又喺度。游客除咗可以喺尼罗河坐 Fluka 观光之外咧，佢哋仲可以夜晚去到埃及最出名嘅夜市买啲纪念品啊，同埋享受一下埃及地道嘅小食。呢度直情係人氣爆燈啊！你睇幾多人，全部都係因為而家又係正入夜深啊，進入夜深，所以好多人都會喺呢度吹煙啊、吹水啊、飲茶啊，乜都有啊。You like double shots? Oh, later, later. 即係其實一般埃及人都其實非常之友善嘅，通常佢都會走埋嚟同你打交道啊，乜都有，打眼色啊。其實點解今日會零舍旺呢？因為聽日就係禮拜五，咁啊禮拜五埃及人咧就係放假嘅，所以今晚禮拜四咧就特別多人嘅。哇！呢個僆仔好有錢啊你！非常之熱鬧啊！To look camera video film 100 dara. Yeah yeah really no problem. Okay 90 dara. Okay how much? Goodbye. 呢個拍嘢都想收錢，就係博大霧啊！
呢個市集叫做卡利利漢，已經有成400多年歷史。而呢度嘅店鋪總共超過300多間，主要係售賣一啲傳統嘅工藝品、銀器首飾同埋遊客嘅紀念品，好似金字塔啊、獅身人面像啊，都可以喺呢度買到。呢個賣咩？賣 from where? From shop 啊？Me? From trouble? From trouble? Shopla. Shopla. No, from... It's a state in Egypt. From China. China? 你好。你好。你好。國語很好。你好。這個通常的人呢都是為了哄遊客呢，每個地方 的話都懂得一句而已。你跟他說多句他都不會懂的。他日文他懂Konnichiwa。Yes, what is this? This creation. This is the good creation, yeah? 這個真係幾多錢都好難買得落手啊！呢個有啲問題。Yeah. Next time. Next time. China. No, Japa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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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onnichiwa. Konnichiwa. 係咪啊？我都話嗱，我話我係中國人，佢就你好。我而家話我日本人，佢就 Konnichiwa。哇！佢係 CNN。CNN。哦。Clong 一聲就代表是 handmade 的。Catch, catch. Sweet. Heavy. Heavy, heavy. Heavy. The plate is heavy. 比較重一點，很明顯這個真的漂亮一點。手工都是精緻一點。$100 for two. Last offer. Listen, watch it do you like it. Watch it do. Watch it catch you like. Watch it catch you like first.就嚟要逼到我出拳噶呢条友。What you catch it like? I know. $100. I see you before in some movies. Yes. You are a star. Yes. Sure. Sure. 呢条友。Sure. 好烦。哇 ！Star, I like it. Star. 你再逼我，我真系出争噶。What you say? What? No, no kiss. Why? In Egypt, oh, I'm sorry. In Egypt, if you saw one very famous, you have kiss him too.Really? Left hand. Yes. You didn't see? If you kiss me again. Yes. You know this? Yes. You know this? Oh! Hello? What? Music. Oh. Music. Okay. There's a bit of a feel, right? Try it.Let me see. 等我試下先。曾幾何時，我都吹過咁上下啲咁嘅嘢。啊，好有結構啊！唔知佢做緊乜。是咁要同佢有口水嘅交流啊咁。哇，仲要兩面都係咁啜。哇，仲要咁啊！我諗諗下，我諗諗下都係唔試啦。For me?慢下先，唔好講笑。No play, or five. Come in here. Come in. Okay. One, two, three. No, four.我啲蛇應該開始捐曬出嚟啦，係嘛？
埃及，到处都可以见到历史的遗迹，一座座排列整齐的石像，以及无数巧夺天工的壁画，都见证了数千年前古埃及王朝的兴衰。而这些艺术品亦都反映了古埃及人的智慧和无比的毅力。不过在遗迹入面，大量的出土文物已经搬到去博物馆，所以如果要细心地考究的话，就一定要去博物馆走一走。啊，来到这里当然是看木乃伊了。位于开罗的埃及博物馆是世界四大考古博物馆之一，它是1898年开始兴建，1901年落成，而馆内有成大约200万件出土文物，展品有雕塑、石刻、陵墓陪葬品、石棺等等。在这么多件珍品里面，我就最喜欢这个黄金面罩，据说它是依照法老王生前的容貌铸造而成。我看到和面罩连接住的皇冠有秃鹰和一条眼镜蛇的标记，而法老王的容貌留有一撮须，听说这些都是古埃及法老王权力的象征。而很多来到开罗博物馆的人都是最想看到这几件有4000多年历史的木乃伊，这里所有木乃伊都是以前古埃及的皇族的成员。在开罗还有很多不同类型的博物馆，就好像这一间芦苇画博物馆，它里面的画都是用芦苇纸做，而这种技术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我看过这里的师傅的作品，他们主要的题材都是围绕着古埃及的故事，而他们的画工也都非常厉害，一落笔就开始画，绝对不需要起草稿。这幅画里面的肖像就是闻名于世的埃及妖后，之所以被人称为妖后，全因为这个皇后当年就是利用她的美色勾引了当时罗马帝国的几位君主，而这个王朝就是因为她一个女人而亡国。这幅画就叫最后审判，和中国人对鬼神的观念很相似，都是说人死了之后就会接受到神的审判，根据每一个人的生前所作的好事或者坏事而判断这个人死后究竟是上天堂或者落地狱。而这幅画入面的主角的名字叫做 Nefertiti， 阿拉伯文的意思就即是最美丽的女人，她就是一直被视为埃及历史上最漂亮的法老王皇后。大家看到这一幅就是芦苇了，咁咧，埃及人咧就用呢啲芦苇呢個幹咧，我嚟做紙咧，就成3000多年噶啦。咁啊，呢一位 ，Hello，Stephen，How are you？What's your name？My name is Rami。Rami 咧就會介紹下點樣將呢啲芦苇嚟做紙啊。Please start。Yeah， first we to make a paper we have to cut this into pieces。先將呢啲一支支割開啦。So it's very hard. So after that, we cut this inner part into thin slices. This way. So after that, we boil it in the water for 6 days. 就將呢啲一片片，呢個唔係啦，一片片即係水度浸6日。So after 6 days, we bring them out. 之後拎出嚟啦。And organize them between 2 sheets of carpet and horizontal lines. 呢啲係普通地氈咁上下嘅嘢。And the vertical lines. 一條橫就一條直，跟住一條橫一條直。And the vertical together till it ends. 嚇，一路咁樣搭到滿咗為止，即係隨緣。你張紙大啲咁啊，搭大啲。So we cover it.And we put it here under the press. It's very hard. 呢一嚿嘢咧就將會用嚟壓扁啲蘆葦嘅。So we throw it into the press. Turning.
How long? For 6 days. 都係6日， 要壓6日。 咁之後 6 days later. In the water and 6 days under the breast. The total is 12 days. 即係需要12日去做子嘅。 After these 12 days, we will have a baby just like this one. It's very hard. 蘆葦子啊，呢個就係。 你見到都幾硬嘅。 Thank you. 要咁樣搣，先搣得爛。但係咧，咁都唔爛㗎。嚟咗埃及咁耐，終於喺一個市集裏邊見到一個姓尹嘅中國人，而佢亦都誠意拳拳邀請我去佢屋企度坐下。 佢哋一家都係住喺開羅嘅市郊，聽講呢度只有佢一户中國人。尹先生看電視啊！入到嚟尹生一家嘅屋企，我有一種他鄉遇故知嘅感覺。佢哋一家已經喺埃及度住咗7年，對埃及嘅生活體驗特別多。請坐，坐。你坐，你坐。對，坐在一塊，對。你們是從哪裡來的？ 四川，四川，对，中国大陆四川。你呢？一样。一样。啊，都是从成都来的，四川成都。那为什么来这里啊？刚开始是私人聘请我们到这儿来，因为以前有一个华人在这儿开餐馆嘛，他的国内来看我做菜，收价比较快，而且也比较年轻，他就把我聘请到这儿来。那活动期满了之后，我觉得在开罗这个地方呢，这些宾馆呢，也都特别需要厨师。 而你知道，我觉得后来我就决定在这儿自己找工作嘛。哦。主要原因还是工资比国内高。那你就从小。<笑>听完偈之后，我发觉佢哋对埃及嘅睇法同我有好大分别。可能我喺呢度只系短留咗一阵，而佢哋已经喺度住咗成7年。为咗更加了解佢哋嘅生活，我决定跟尹太去市集度买餸。 平时要买是什么酱油醋啊？啊，这里没有酱油醋，这里没有酱油醋，但有油什么的。看，这是阿拉伯人最爱用的，就色拉油。他们要做沙拉，他们一定要放色拉油。辣油。很贵的，就是橄榄油咯。它有很多品种，就是玉米油，这是瓜子油，最常用的就是这两种，很清澈，很透明的。这个店可以说什么都有咯，像这些。哦，这个。 这个肯定有见到过吧？很强的味道啊！很冲，这是他们阿拉伯人的泡菜，他们泡的大体跟我们也差不多，但是最主要的可能就是这个橄榄，像这种橄榄都很贵了，像这些一般的哈，可能就是个10磅左右，像这种啊都2-3。啊，可以，好了，可以啊，可以。啊，他欢迎我们了，他说我要叫一张相，我很喜欢你们。你跟他们都很熟啊，常常来。见过，经常来，那干一下呢。啊 ，Steven。 他这里最主对，啊，这是他们最有特色的东西了。很多厕纸啊，下面。那是以前的了。那为什么在厕所拿那个左边有一个开水的东西？那个什么，那个他们做礼拜的时候哈，有的时候要洗。他真的用手啊？ 不不，它有一个特殊，旁边有个小龙头，我没有用过，我听说过。它专门要洗，因为做礼拜要小净，不管大净和小净，都全部要洗。哦。知道吗？所以不管擦是一方面，还要洗。这个，这个我想我们要买，因为这里很多这个苍蝇啊。是啊，你必须得买，要不然就被亲吻的到处都是痕迹。如果你买完都一赔来这里算账，没关系。 他听不懂你说什么没关系，你听不懂他说什么也没关系，看这个价格就好。哦，好。<笑>那你觉得这里有什么好，有什么不好？他说，从生活上来说吧，他可能知道的多一些，他在这里住的时间比较长。<笑>就是在这儿呢，如果在工作上面，因为我是厨师嘛，我觉得就是跟埃及人合作，上面就是埃及人比较懒一点呢，说事儿了那些，就说不是很讲信用呢。嗯。 他们有一个就是说有个故事吧，就是说有个三部曲，就是 Bokna 啊，Inshallah Bokna 马来西亚，你说不管我跟他提出任何要求，他都会告诉你 Inshallah， 你说没有问题
没问题，没问题。但是然后我就告诉他，我说你多久做？明天不可能，不可能就是明天。啊，到了明天我再问他，我说你跟我做的事儿呢？啊，影响了，不可能，不可能。又是明天。然后一日复一日，我每次我都不好意思啊，你说中国人都挺讲信用的嘛，对吧？就后来到最后不行了，办不成了，事儿也办砸了，他就告诉我，马来西亚，就说对不起。没关系，对他来说没关系，但是对你那就不一样了。你就上心了，你就常常生气了。对，你生气了。在今日，我的埃及生活体验终于完成。在过去的一段日子，我经历了一些一生都未试过的事情，也感受过埃及人的风土人情，当中有惊喜，有亲切，有搞笑，这些一切一切，我相信永远都不会忘记。